法务部行政执行署举办查考片拍卖，伫咧彰化一间分署上届受到乡亲喜爱的，就是这个南投埔界以及松南溪的高山茶，连名牌运动鞋嘛拍两折，庆真侪民众排队摕着号码牌啊来抢叫。等买茶米的民众排队排真长，号码牌已经发到300多张，真侪人一透早就来排队，抢到头几名民众拢感觉真热闹。老板，你来摆多久啊？哦，摆3点外钟哦。哎，哦，摆足久啦。啊，那想要来买？啊，你感觉这茶好啉，赞。啊，感觉有做价值来无？有价值，赞。大碗搁完事。除了抢市的关山茶以外，也有真好用的桌布、姜黄粉、加手工茶壶等茶风物品，嘛拢去因满满的抢购链条。执行署彰化分署表示，这回查访的不动产有南投埔界和松南溪关山茶，也有知名运动品牌的运动鞋、运动衫等等，预估有100万左右的拍卖所得，解决义务人无法度缴纳欠税困难。那今天呢，是因为有些义务人呢，欠税呢没办法缴纳，那因为也没有现金呢，所以他们就提供一些他们所经营的产品。来提供我们来扣押拍卖，那拍卖内容呢？最主要有高山茶、姜黄粉、袜子、手工皂，还有这个护膝等物品。那么是提供优惠价给民众来参与。购买。执行署强调，123全国联合拍卖会，就是每个月头一个礼拜的礼拜二下晡3点，全国13个执行分署共同举行拍卖会，想要扣办的民众千万唔通错过。大众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。